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新聚彩方科碰题目。首先由我们几个女汉子给各位答卷展示。首先我们先把箱体搭建起来，我们这款箱体搭建快捷方便，女生操作也完全没问题。咔咔一顿操作，咱这用的不是租赁专用的换水连接锁，搭建就是快。瞅瞅整的挺像样，接下来就是结线了。这是我们的三星包围式电源行卡，防水防触电，整个就是一个大好用。现在来接信号线，咱们这个信号网口都是四网口设计，双网口使用，双网口备份，干活那叫一个踏实放心。行，搭的不错，整挺好。Hello everyone, this is our LED screen. Let me show you. Our LED screen is very strong. 光光光这棍子，咱这屏幕也不带怕的，啥事没有。